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6号晚上6点钟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四天，我们进去角色121级，差一点点到122级啊。然后老王图上线了，各路后面无不闻风丧胆，声望电条过去打架。然后我教令啊，这里我不想和他们揍，所以我直接叫人拉个令啊，没有令牌了，没有令牌了吗？等等。找一个行为召集令，买上3个。哎，这个行为召集令是真的贵。然后传世战鼓哪儿打到的？使用一下。来参加活动啦！参加活动，好，叫一下他们。然后进来，有敌人吗？有就揍了。这是我们的活动，这是我自己家的地盘。等下这个巅峰皇族，哎呀，他抢了我的位置。我们要不要一刀把它切了？来，我就在这蹲着吧。他让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在这守着，应该不会有敌人过来。哎，有个人戳一下啊！等一下把 W3 的也戳死了。不是，我戳这个人啊，怎么把这个人也杀了？好奇怪。下巴克奖励是啥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。然后我们这个传世战鼓是谁的？哎呀，我难道是下午打到的吗？忘记了。好奇怪，我不知道是南星打的还是我打的。然后南星这里，他这个链子掉了，然后少了1万1、2万的战力吧。这个是几星的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掉了。还要打你啊？来给你们看一下他昨天这个死亡记录啊！我今天是死了一次啊。中午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忙传视频，然后挂在这里，然后就被别人偷袭了。不过这种偷袭一般不会掉什么东西的。然后另外这个战殿赎罪啊，这个圣贤战殿是他在8点钟打的，然后。七点、七点、六点，对吧？这人很勤劳，5点钟就来了，一共是死了5次。南星是晚上啊，凌晨3点钟开始挂的，然后挂了2小时，这个人就来了，啊，这个人还是很厉害的，杀了我们今天一共是6次，啊，我其中有一次是失误，啊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掉了这些装备也没有关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鼓分解一下，啊，先充值吧，啊，主要是事情太多了，先充值4988。这个什么生肖 BOSS 就不要搞了，好，充值环节开始了，余额宝，哎，就余额宝吧，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刷那个信用卡了，信用卡好像还有余额，呀，我错了，那明天记得刷这信用卡吧，然后再充个10块钱，这样的话就刚好累充5000就拿到了。好，支付完成。然后先把这个福利里面的啊什么登录一下啊，背包空间不足，先清一下背包啊，否则一事无成，全部都做不了。这里就删除了，背包，战鼓分解了，好，分解，背包里能用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看这么多令牌，一会儿去使用一下，什么心符等等，然后这里哇那么多功勋，使用一下，然后这个。血玉碎石本来是有900多个的，结果我刚5点多的时候不小心手贱给用掉了。不过这个无所谓。然后你看护甲是有400多个，钟的话都是有50个。挂坠真的很难得，只能靠买。还差两块到5000，还差两块到5000吗？我不信，我这个累充5000，连续充值不对，这个是每日充值。啊，还差一点点。还差一点点，哎，等一下，是差一点吗？我看一下，这里还差12块钱，怎么还差12？好奇怪！欢迎大家，应该不差了吧？那个是4988对吧？我看一眼，好了，够了，现在是够了的，我们这些东西也领不了。先把邮件，先把背包里的清一下，然后先把这个东西放一下吧。什么18转对吧？18转法师装备，这里16转1星的要比12转4星5星还要厉害，所以就玩命的往上提升这个转身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然后这里打到一个12转4星的战士的鞋子，这里啊再来，好差不多了。材料其他材料也用一下吧。哎算了，然后把背包里我看一下，背包里的这些令牌，哇。这令牌先取出来升级啊，一天升这么一次，这令牌99个，打得不容易啊，真的是。好，我们去使用一下这个令牌。
硬盘是在角色里面，这个魔龙，四转三转，总共是1100啊。我们先把这个1100的升了，升到五转，加了3000，也是3000战力。这个左右两边都是三，那无所谓，来个物理防御，3000，好，不够了。这个的话，升级需要750，还差一点点。OK， 接下来把这个福利领取下，原爆极品功勋令，每日充值全部领取下。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剑丹它是，小于119级的时候使用提升一级嘛，小于120提升一级，一级是之前的一级是亿，39亿经验，但是超过了120亿就只给2亿经验，所以这个没啥用，可以直接使用啊。给了2亿，哎，特别的少。再来 ，OK， 超级转身单。然后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啊，这转身我们要不要控制一下？啊，好，已经领取完了。疾病转身单2个，这转身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待会儿很快就能到14转，现在就只有两个人啊，就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虾米，他到了14转。然后我的话，我现在有点疑虑，就这个稀有 BOSS， 你看他是11到14转，可以揍这个魔神血卫，还有这边的这个血域魔王。这两个 boss 如果等一下，这是13转，完了。如果我的天，如果我14转的话，我就不能来这儿揍那些家伙了呀。比如说那个战天毒罪，还有拔刀之类的，他们可能就杀我们这其他的人，这里可能会有问题。我在想要不要转身到14转，要不要呢？这是真的是一个问题，先打再转。攻杀每周六有的话，那也是下个周六，对吧？今天不可能再有了，因为开服规则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游线啊，删除，可以的吧？转后面大佬也要好，肯定要转，好吗？为什么进不去？因为他想给我更丰厚的奖励啊，作为一个我的，作为给我的一个鼓励，对吧？充了那么多钱，提高那么多转身，然后福利去领取签到啊，150000元宝。在线领取下活动，连续充值，又是2个超级转身单。虾米可不可以进？肯定不可以进啊！之前本来是有4个 boss 的，现在就是有3个 boss 了，肯定越往后越不能进。然后这里还可以再兑换一下，好，兑换完了。不要问虾米，就要看我想不想打人。我觉得多真实一点也行，我就去下面那一层，然后平常去别的地方打他。把这个 boss 让给他，我觉得也无所谓。好，这里就完成了。然后太忙，每天免费一次，看一下。接下来把这个礼包拿下，我们应该可以拿那个累充40000的礼包了，单日累充5000，领取下。这里是单笔2988，好像就是充4988，这个单笔2988也会给，特别好，这点还算比较良心。这还有个单笔4988，然后我们昨天攻杀成功之后，今天感觉他们士气大减，感觉对面退了很多人，把虾米踢了跟他开战，这样的人就不会看直播，怎么想的啊？都是自家人，你这种人放在古代攻下了江山，你就要把自己的功臣都杀掉，竟是秦始皇都不至于你那么残忍。史书上写的这个秦始皇啊，说的是他很残忍，但其实他还行，不是那种特别昏庸那种。对面基本没有人，就那几个高战，因为那几个高战还是可以杀我们其他人，杀得很爽。只要我不在，还可以再偷袭一下我，对吧？只要我在挂机的时候，等一下累充40000没有了吗？那个只有我看历史累充1万、1万5、2万、3万，然后历史累充只有50000了，那可能还要再过2-3天才能拿到这个。之前好像是还有个开服累充，开服累充就没有了，可以去叫水友收对面的号了。没有号的人也进不来啊，他也不能找对面说啊，对吧？然后这里啊，终于可以领取这个特权了，这都放这儿放一天了。好，这个经验啊，我给你们记一下，这个经验是119亿5278万。我们看一下，到了122级，这个会不会变？因为我记得120级的时候就是这个值，如果122也不变的话，我直接把你3个啊直升的经验单直接吃了。1288我领错了，没有领，单笔1288没有领。看一下，好，感谢提醒，使用一下啊，这个已经领了，
这就是刚才那个，已经用过了。好，没有别的了，我们来把背包里的这些东西用下。哎，这个单笔充值2988，单笔5000，啊，单日5000，然后单笔4988，可以的。这个是七日连绵，还可以继续开。149个炼金随机，以后我们应该是每天6点钟来。前两个没有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就一个1288，单笔1288没有。你看这个只能说是领这个的。哦，还有一个1288是吗？还有个 XS 的，我看一下，怎么那么花哨？昨天怎么没有直播？这问题问的哦，激活成功了，哇，果然，你们好厉害啊，多了一个1288，快 ，come on， 给我，好，来了，使用一下，它还会给一些这个宝石，挺好的，宝石感觉搞到7都差不多了，然后整理一下背包，使用一下，转生我觉得一会儿再升，我先把那个 boss 打完，我们6点35我们再转生啊，因为转生完那个就打不了了，懂我吧？我知道你们懂的。然后把这探宝令放着，我打算第八天再探宝啊。攻击宝石放下，就是我想打这里的这个生肖 boss， 这里三个生肖 boss 还没有人打呢，有一个1288 OK 了，没有说错啊。然后这里材料看一下，15个护甲碎石，我看一下护甲大是给2000个，我的天，我一天到晚打了可能哎就打几千个，然后这一下就给30000个，还是充钱才是王道。然后这里极品转身单，好啊，不过我可以先把那个买了，但是我先不转身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560个魂章碎片，有200个好像是充值给的，300个还是200个，剩下的应该是我打到的，应该也不至于，可能我打到60个吗？不清楚了。然后别的，这个碎片我看一下，44个，这个不够。然后这个670个生肖之灵，我们看一下够不够。生肖之灵，哎，生肖之灵够了，给这个猪升一下。好，加了3500。怎么这打人呀？哦，有一个三刀在这炮点，不管他。然后这里天珠升一下，升2级，声望升级，哇，名声大振。这个现在是名声确实，一会儿就是名声大振了。然后锻造。哇，升一下，好，这里这个锻造我看一下，它是全身到达81，有一个加成，哦，这个加成会稍微厉害一点，这个就相当于是那个特长属性了。来，强化下，应该没有人打我吧？行会看一下，签到。入会申请我看一下啊，不是，我们这是成员，主要是要踢一下离线超过24小时的，离线25小时踢了，战火卖了麦子，这个尾应该是想要试试他的这个刀锋厉不厉害啊，33小时的，哎，他昨天没有来，好，踢3个人，28小时的，这里还有个小小战士，他一天没有来了，昨天孤杀都不来的吗？27小时的镇最帅又踢出去了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真是抱歉。让我这血量还是满的，他好像怎么砍都没有用。宝物升下级，血玉只能升1级吗？那么惨，护甲升2级，哎呀，太惨了，太惨。背包里应该没有东西了，这游戏暂时交易不了。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祝福啊，是+5，没有问题。接下来给你小时，你能砍死我？好像砍不了，我这血量会回复的。然后领取一下这里的奖励。OK， 然后定时任务一会儿是行会秘境，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参加，一会儿我们打 BOSS 去，啊，蛋宝不用管。之后装备我觉得垃圾装备还是要有的，我暂时不想分解，整理一下。鉴定牌其实可以放回去，然后10个技能残液，第一个剑法增加一下熟练度。运酒伤害是他们，好的，我知道。然后排行榜马上看，别的东西没有了，哎，格子还挺多的，来看一下排行榜。现在我们哦，他122级了啊，其实我紧随其后，差点我就122级了。这里给的经验是，哇，这里累积经验给那么多吗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哦，给4亿。我，哦，这里挂机不是特别低，和我打 BOSS 相比，要少一些，但已经很高了。我，哦，这个还是很爽的。
等着我马上要升级了，这里117亿，再有2亿我就升级了呀。OK， 然后有人申请入会了，看一下 Nico， 好的 ，Nico， 感觉是只猫的名字。领取，然后我们要买东西啊，忘记了，来把这里全部买了。本次不要提示啊，这种东西别提示我。买了，然后直接用。好，领取，领取，然后战力我看一下，超级转身单这个全部买完使用。转身先拉到20再说。夸父荣耀，夸父荣耀我看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这积分一会儿来换。突然想到，夸父荣耀是今晚8点。夸父的话，第二个区就是以后的区，他们还没有到这个第五天啊，他们肯定还没有开。挂坠没有必要买了，没关系，就买了吧。生化危机，因为我想，提高一点这个暴击伤害和暴击几率，打不打得更爽一些。然后这里，哇，其他的都开不了啊。第8天，这个是第5天的生化危机。这个活动我看一下，这个说明一转可参与，然后开放区后啊，这个和那个吃鸡好像差不多，其他玩家可以增加这个积分，就是它只是那个毒那个雾变成这个瘟疫污染，你待在那里就会持续损失这个生命，是吧？后面会开的损钻石，为什么要存？它经不住我氪的，氪几天就过去了。然后这个巅峰之战是第8天，金水远征第15天，哇，这个也是第15天，雾龙山庄22天，哇，这游戏玩一个月感觉没问题啊，还是可以的，有些新的东西，新的花样。好，然后我找找吃鸡，对，很像。现在商城里我看一下，这钻石现在是有3000块钱的这个钻石，我就留个10万钻石吧，这里碎石每天就买10个，好，买10个，然后挂坠，好，也买10个。可以了，然后积分再兑换一下，积分是有28万了，这积分越来越多了。然后这里护甲神石，我买护甲，护甲买一买。然后这里雪域，雪域也买下，就这两个我想买，别的花钻石感觉更舒服一些。功勋令，功勋也买了吧，记得买下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些升一下，神石，哎呀，只能升3次，哇，好，挂坠升2次。这艰难的升级，每天加个10000战力，这个真的很难。然后转身等等，还会，我看一下，没有了。科技可以做一下升级啊，平均升吧。哦，这个魔法抵抗升一下，好嘞。等它8分钟再挂一下，看一下回收啊，自动回收是有的。好了，这里比较无敌，所以就比较无聊，需要等几分钟。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啊。好，战力榜继续看，战力榜这里战力的话忘记给你们看了，现在是444万，昨天好像是443，但是掉到440了，今天又加了4万，那还可以啊。然后虾米和林峰一样了，哇，很厉害。霸刀，哇，妞和霸刀差不多了。然后赵公明，啊，公明大大没有提升战力，他应该不玩了。然后一次性半年，今天打了他好几次，还很爽。然后大仙也是。这两个人还在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战天逐岁已经进到前9了。字母哥战力也没有提升，去二服看看状况。二服今天好像不能创建角色了吧？今天是他们的第4天，他们那里应该也不能创建了。没关系，我有朋友在的，这里问题不大。啊、他们都不来了，我的这个 boss 是不是要被打了？这个 boss 没有人抢呀，那么好，这里啊，要不给别人一点机会。我这个4倍都挂了好长时间了，出去打一下那 boss， 然后我们把这个转世升一下吧，对吧？事情还很多的，这就让给他们了。我们把这里的稀有的生化 boss 揍了。